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公开为自己的婚外情道歉，他因为这段婚外情而辞职，而且一度完美的名声受到损害。在星期二晚，彼得·雷乌斯向一班美国退伍军人和接受预备役军官训练的学生发表演说时表示歉意。彼得·雷乌斯说，他痛切地感受到他和自己的传记作者布罗德维尔之间的婚外情所导致的后果。自从彼得·雷乌斯在去年11月辞去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之后，今次是他首次公开露面。布罗德维尔向彼得·雷乌斯的一名女性朋友和他的家人发出带有威胁字眼的电子邮件之后，联邦调查局在对事件进行调查期间发现了彼得·雷乌斯的婚外情。